本次 IP 已严重崩坏，十八岁的天空一闪一闪亮星星等多个青春 IP 因为某种神秘原因发生交错，其中一闪一闪亮星星中很多设定甚至与原本的 IP 完全相反，而各个 IP 故事中的青春主角们也各怀目的聚集在南川中学拍毕业照的当天。不是我天生要当主角，而是我走到哪儿目光就会追随到哪儿，今天有我值日，就要把这记过本记满。徐太盛，你别忘了，哎呀呀呀，你只是个轮值的。是是是，我展宇才是真正的纪律委员。我帮您记。谁让你们来学校还自带 BGM 的？赶紧，现在你们仨去罚站。为啥？没有那么多为啥，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为啥，我说啥就是啥。快走了，哥，拜拜。去罚站去，罚站。行了行了，哎哎哎，这儿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二位背着吉他有啥才艺表演吗？你要是想有也可以，有可以来。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差不多了 OK， 再长没版权了。再长没版权了。好，来你，来你的才艺表演。哎呦，哇！好了，去罚站吧，去罚站去。哎，吴丽萍同学，你昨天的橄榄球比赛比得真不错呀。哎，你想报考什么系呀？我呢，想报考音乐系。我现在只对考试感兴趣，请不要把过多精力放在我身上。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谁让你过去的？给，罚站去。看不得，眼神不好呀，这个。腿太高了，看别的地方去了。这个眼神，因为我之前看过你，你十几年前就开始上高山了。对，一直留级。对，怎么来回林过了十年还在上高山？一直没考上大学。一直没考上大学，光转学也不升学呀。对，一直不停的转学辗转。先罚站吧。罚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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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老师，你看还行吧？哎，纪律委员，纪律，没有纪律啊，没有串过手臂啊，你看人家，看到没有？怎么了？因为我是轮值的，他才是正经。他是什么？对，我是正式的纪律委员。他是正式的轮值的。轮值是什么意思？每天都要换人的。哦，轮值的啊，我以为你是轮值那个。我是轮值的委员。不是你刚搞什么？哦，现在怎么英语老师也来掺和了？老师好。哇，来啦！知道我是谁吧？这那老师。老师，老师。欢迎提车。对。哎，老师好。老师好。老师。老师好，我是语文的，我是英文的。哦，英文的你好。Hello, everybody, everyone. I help you. Good study and a day up. 哇，老师您这段方言是东北沈阳 English。好嘞，
但宇文老师的普通话也是我见过最不好的。你把几率我觉得这个学校到底有没有会说普通话的老师？来，还有学生迟到吗？张万森，我不想出国了，我想和你一起在北京上学。好啊，那一起。你把我的出国申请表撕掉吧，以后我会有个秘密告诉你。你们在干什么？语文老师都在那问了，他们在演什么？哦，上课了。好，因为你们已经迟到了，所以现在已经安排别的班去拍毕业照了。啊 ，OK， let's go， follow me， go to classroom， OK， classroom， OK， OK。桌子上有自己的名字啊，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一下。徐太正 ，OK。哎呀，我跟党的俊在一块儿。啊，你在我前面啊？是的呀，我学霸呀。你学？老师也坐这儿啊？这两位老师你也可能看不出来。大家都到齐了，到齐了。这样吧，在拍毕业照之前，我们先在教室里自己拍一张，怎么样？好啊！来来来来，就在两位老师中间吧。那大家一起喊哦，三二一，茄子！啊！哇哇哇！喂，什么情况？怎么回事？不要乱，不要乱！什么情况，老师？哎。都听记录员的，都不要动。哎，好。哎，怎么睡了几个？你们中的张万森会在今天受到伤害。现在你们可以起身前往窗口，打开窗帘，看向左侧面天台，看看未来会发生的事。未来发生的事？啥意思啊？穿越了。哦。哇，他为啥在那儿？哇哇哇！那是我吗？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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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到的是即将会发生的事情，被推下楼的那个人。就是张万森。现在，请关上窗帘，回到座位。哇，好吓人，好吓人！哇，我是被人推下来的。对，有人谋害他。凶手就隐藏在你们中间。关于凶手是谁，我唯一拥有的线索是，伤害张万森的人带走了他的粉色兔子头绳。我就因为这个来杀张万森，你为什么要拿粉色兔子头绳？这个红色的绳子是属于林百星的。哦。如果你们抓不到真凶，就离不开这个循环。我现在就带你们穿越到2010年6月4日的心理健康日，在培培老师那里，或许能获得线索。培培老师，心理导师。哇，穿越了，穿越了。哇哦，同学们，今天呢是关于学习搭子的特别课题啊。那就是说我跟 Hanson Boy 是搭子。对，你跟吴老师。对对，之前心理健康日你们放在秘密箱里的秘密发生了泄露，有很多人一直在怀疑有可能是负责保密这个箱子的张万森同学干的，所以有很多人在找他的麻烦，还给他发送了一些威胁短信，约他去天台。为了解开你们搭档之间的心结，我决定给你们上一堂默契度跟信任度的心理课。如果表现得好，我就可以把你们之前放在秘密箱里的心底最深的秘密还给大家。明白。开始吧。哦。我们先进行第一个测试，我会给出两个声母，比如摸、特，每个组可以自由举手抢答。馒头。获得抢答权的搭子必须要两个人都回答，如果有一个人说不出，要接受小惩罚。
那我们先来一轮热身赛，看看你们的默契度怎么样。我们每一组只有3秒钟的时间，高同学。我们俩刚认识，怎么会有默契呢？但是你智商高嘛。骂人好脏，没事了。好，那我们准备第一个词语 SS。那个杀手，尸首。答对。上士，试试。答对。孟子义，到哪？你举手了是吧？他没举手，他撩头发。孟子义。哎，就用这个，这个靠谱。人家撩个头发，你给我俩吃一顿。四傻。我说啥来着？四傻。我说书婶儿。书婶儿。四傻也不是词儿。哎，这里，死婶儿。喷他。死婶儿就。哎，不是，我家亲戚都死事怎么了？你要说你普通话很好，这应该特别的迷茫。是的，绝配他俩。不是死事为啥不行呀？死事啥什么？我听不懂他说什么。老师，说书。私塾。答对。碎石，素食。答对。逝世，社死。私生，四叔。桑树，松鼠。答对。好厉害啊。私生，大姐你不要总是重复人家刚刚说完的，你是怎么回事？你在梦游吗？逝世。什么？逝世怎么了？逝世说过了。谁说过了？我说的。我说什么？素食错过了。他们怎么总是说重复的？来邓超的人还有。来什么？我来我勇我都不举手。那输了，这种游戏我真玩不了，太多脑。你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我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本科生，唐突了吧你？三十三。答对。你说一道、哎、你终于答对了。他终于答对。他每次都是人家说完一个，然后他过了两秒说你们俩、哎、他又把人家的题重复一遍、哎、你自己都想不出来还说人家。我想出来的比你多几个了。你拉倒吧你。最后一个 CK 侦探。我叫猪头。答对。黄子韬那个猪头。导演整他。庄腾。答对。昨天灶头。答对。我脑子真很累啊。种田。刚才我说的是什么？猪头吧，现在有猪蹄儿。答对。语文老师，猪蹄儿也行，听见了吗？猪头猪蹄儿全对。那你告诉我干嘛了？你对你说你在炫耀吗？我妈妈，因为他太笨了。哎，我非得想一个给振宇哥。不是你自己想好，我不需要你。行，我让我想一个啊，哥哥，想一个啊，说完之后全场哇的那种。铸铁和铸铜，就是把铁造出来，造铁，铸铜，铸铁。哎哎，我终于想到了，铸铁。他答对了吗？答对了。啥东西？铸铁。是什么？铸铁。啊，铸铁，铸铁，铸铁。哪个铸铁？铸铁，铁哪个铁？铸铁，哪个铸铁？铸铁，啥动？他说的山东话，铸铁。啊，铸铁，铸铁呀！啊，做大做强是不是？我是铸铁，我真没反应过来。啊啊 ！Over， 拉铁了个铁，铸铁。他说的是铸铁。做铜，铸铜，铸铁，算你，怎么还算？这是我们才铜，暂停，答对 ，yes， 嘴甜，哎，对了对了，紫檀，什么？紫色的紫，檀香的檀，紫檀，太高级了，懂吗？猪蹄说不说？说了说了，谁说的？娜姐。老师，我举报，他
用首字母联想法，他在手机上用首字母联想，一直在那联想，没有被我发现了啊！你听听刚刚那些词，哪个像从他嘴里能说出来的？紫色的紫，檀香的檀，紫檀，太高级了。联想是什么？他就自己在手机上打 ZT， 然后他就看后面的那个。你不要戳穿我，我有点参与感。黄桃为了赢，你真是不择手段啊。游戏告一段落，默契度最好的是娜姐队。来，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互相的能量哦，吸收。第一轮游戏结束之后，我们给大家一个额外的福利啊，我们有请这里边真正的一对新沙和孙能潇上来，请你们背对背。一个人描述正在吃的食物口感，另一个人猜猜对方吃的是什么，猜对的话锦品就奖励。它颜值就很高，然后它上面的拉花也很漂亮。通常拉花都是咖啡，是咖啡吗？它冰冰滑滑，然后还是你喜欢的焦糖味。焦糖布丁吗？你再猜猜，可以往混搭的方向去想，然后感觉还有点舒芙蕾的味道。哎，巧乐兹有个焦糖布丁舒芙蕾的一个大脆桶，是不是？对，你答对了。看来你们很了解啊，彼此也了解甜蜜的巧乐兹啊，我们就奖励你一根焦糖布丁舒芙蕾大脆桶，希望你们未来一起默契爆表。好的，好，谢谢。干杯。第一个游戏是集体战，集体战也就是说只要错一个人，全然都错。OK， 每个人都对，全然都对。你给我小心点啊！我不说话，我不说话，好吧。第一个游戏是敬语问答，比如问钱嘉瑞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然后我会说一个敬语，不可以回答三个字以内的水果。如果你回答苹果、香蕉、梨，就答对了。五秒之内没有回答出来就算失败啊！你们十二个人中只要一轮从头到尾全部答对，就可以获得秘密消费的秘密啊！错一个人游戏就结束。错啊！错一个都不行，太难了。别给我错了啊！我们一共有几次机会啊？一共有七次机会。你们要换位置吗？打算换位置有啥用啊？因为他你要把最差的放到最开始，那从那边开始不就好了吗？那开头就没了。哎，什么意思？那你要这么说，来振宇哥，咱俩还得换个位置。那我们要看一下谁来捣乱。小心点啊，答不上来就是卧底。对，我们看看卧底是谁。从哪儿开始啊？从那边来呗，我要不从这边来吗 ？OK， 振宇哥答急了。我们从智商开始。OK， 五秒钟。放心，放心。B 题，请说出你跟黄子韬的三个共同点。敬语是不能说三个字，请回答。帅气幽默，好看，好看。漂亮啊，漂亮。你很为难。因为这些你都没有。徐医生答对了。第二题，振宇哥，请说出三部香港的影视剧。俊宁，俊宇是无间道，我英雄本色，英雄本色，英雄本色一，英雄本色二，三，三，英雄本色一，英雄本色二，英雄本色三，对，这太对了，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对了，没错，没错，把实际上直接说傻了，英雄本色一，哎，好，英雄本色，英雄本色，英雄本色一，英雄本色二，三，三。英雄本色有三吗？没有就现拍。不不有。有有。叫夕阳之歌啊，第三部是。可以，答对啊。到你了，你快点啊，你好好的。我在听。子韬好紧张啊。子韬了，请说出辣铁的三首歌，不可以是两个字，请回答开始。哇哇哇！一笑而过。一笑而过。画眉。画眉。啊。你第三首是什么？画眉啊。不可以说两个字。说啥的？白天不懂，白天不懂，夜的黑那么多。
他刚刚说的是画眉儿，画眉儿。但娜姐没有这首歌。我就告诉你，别跟他玩那么密嘛。怎么他还他我他答错了，还是我的问题呀、啊，哥？所有人第一轮失败。所有第一轮失败不可能，我们还没说呢。对啊，我们又要重来了，又要重来。好，重新来，没事哥，我们重新开始没关系。第二轮要换座位吗？不用，就才从这边换一换吧。行，换一换。哟，你来了，志胜。我来了。来，好，子韬，第一题，请说出三个比你帅的男演员，不能是三个字。哎呀，那把我排除了。请回答。鹿晗。四、三、二，没了，鹿晗没了。你干什么？怎么就一个呀？你未免太小看了行吗？事情我不能因为玩游戏我就说出那么多比我帅的人，你懂什么意思啊？你要面子，你要面子把我们都毁了。我不是要面子呀，除了鹿晗就没人了吗？不是，我就想问问从来，我倒要看看您到底哪里不如他了。行了，导演我知道了，徐峥啊，他绝对是卧底。我可以想出很多，但是五秒钟对我来说非常少，因为我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是卧底两轮了。不是，就凭我对我哥哥的了解，他能说出来一个已经是他人生的底线了，已经做出很大的退步了。真的，我已经很贡献了。你能不能给我出个简单点的，不然他们都觉得我是卧底，我很不好意思的。只有五次机会了。哎，咱们就再靠上去，我觉得传不到咱们，都不会去体验我的智商。那从那边换吧，从那边换，换到我这儿，到最后我又输了，那不更完犊子？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机会回答，我中间肯定断了。对，到不了我，你们来来，醒醒啊！来，程磊，请说出你自己的三个特长，敬语是两个字，开始。我是手脚头。哎，你别说这个手是，我真没见过这么长的手，这么长的头，而且这么长的脚，而且脑型特别好看。他说的是手脚头 ，perfect。你说那个特长没说是爱好的特长，还是那个身体哪个部位的特长？语文老师，你判断他答的算对不？对了呀，对了呀，咱们一组的。首先是手脚头。每个人都有，但是不是特长啊？这些特长应该是飞天遁地跟。所以哥，他答的对不对？对。要不对就再来，我们就没机会了。其实老师是不对的。没机会了，振宇哥，完了，还挺难的。现在卧底振宇哥一个。哎，振宇哥为啥是？很明显。振宇哥为啥是？太明显了。哎，不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看那个节目，不是因为小朋友以为这个就是特长，那就不行啊。啊，还从谁来？孟子义。来，我听听。请说出三个比你唱歌还难听的艺人。咱们节目那么刺激。我，靖宇是男艺人。靖宇男艺人。我，娜姐、高叶姐、金莎姐。哇，可以。他说比你唱的更难听的。咱们要有游戏精神呀，娜姐。我不重要，娜姐。娜姐，你才是英语老师。那英语老师，你判断对还是错？你才是英语老师，他说的对呀、啊，他说的对呀、啊。我跟你说，就这期我娜姐肯定不是卧底，没错。我娜姐刚刚的行为就是她的一首歌叫《一笑而过》，说的对。我刚想，你知道吗？那个徐志胜已经在嘴里了，他说我不能说男艺人。我刚刚想的也是，我说肯定得把我抬出去。好，孙成霄，哎，请说出你在节日里会准备给另一半的三个礼物。第一个是食物。我，在相框，相框，项链，手链。好，好，好，对。接下来，静莎，请说出孙成霄最吸引你的三个优点。
敬语是三个字，我天真神秘可爱。哇，不是，我就想着这个人得是个什么样，他既天真又神秘的。你卧底别说话了，说的对，不是因为他神秘感，来自于他的天真。天真哦，就这个是真天真的，是假天真神秘。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讲，他肯定是因为太年轻啊，所以他就真的很天真啊，对对，然后因为他不说话，很少说话，所以有股神秘感啊，人家答的全对呀，答对，到娜姐了，娜姐你已经一半了，你给我稍微那个 level 低一点 ，level 低一点，对，娜姐说出自己在 KTV 里边经常点的三首歌，答案不能是自己的歌，别人的歌是吧？对，我经常点那个。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辣姐只唱自己的歌哈，我从来没点过自己的歌。我们还剩下几题啊？就三四题回了。哇，这玩不了了。接着来呗，行，从长得俊开始吧。来吧 ，OK。那我们就娜姐的最后一题喽，这一轮里。太紧张了。问李慧卿说出三个来自于男团的组合成员，敬语是外国人不行。我，孙承乐、黄仁俊、黄冠亨。答对了，我们俩不是卧底。太简单了。这是第一题，好，接下来下主播。哎呀，考验来了。放心啊，放心啊，光光压死能行。嗯，夏之光，请说出三部校园题材的影视剧，俊宇是四个字不行。拜托了班长，一闪一闪亮星星。三，悲伤逆流成河。悲伤逆流成河。答对。哇哦。造业。大叶子。没事，姐，你就算输了也不会说你是卧底的。你光喊我名字，你出题啊？你怎么了？在。请说出娜姐的三个缺点。敬语是两个字。等一下。五、四、三、二。没智商。没智商。完美，我心直口快。然后那个啥。不能两个字，完美是两个字。太完美。太完美啊！没有的收入完美了。只有两轮机会了啊！完了，哎，玩了五轮了，田家队都没玩上。还没看见两个人的表现。那行了，这也是个坏人是不是？我都没玩，娜姐，都没机会轮到我这儿。娜姐，你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冲动，你先坐会儿。甘佳瑞，请说出三个演过校园剧的演员，敬语是不能说男演员。我张若楠、任敏，孟子义。孟子义演过校园剧吗？演过呀，只是你没看过呀。啥记得？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里面有一点校园的剧。对，完美。答对。我姐全能于一身，各个平台、各个方向。第二题，程磊。请说出三部动画片的名字，敬语是外国不行。黑猫警长啊，小蝌蚪小妈妈和葫芦娃。答对了。哦哇，这个太经典了，太厉害了，冠军，小蝌蚪找冠军，加油张姐，怎么加油了？还有一，我们赢了，还没赢呢，就赢了一个的，啊？告诉他了。终于到紫桃了，你要是完蛋了，就是俩卧底坐一块了。我很有娜姐，真正的考验在这儿呢。紫桃，说出你最不喜欢吃的三道菜，敬语两个字。五、番茄炒蛋。番茄炒蛋。香菇。鱼香肉丝。啊，对了。哇。好。哥哥，你发现了吗？你现在在大家心目中，你回答个正常问题都。哦，郑宇哥到你了，说出三个演技让你担忧的演员。敬宇是女演员，徐熙胜、黄子韬、
彭磊。可以，那是一个笑。OK。说出三个跟你最有 CP 感的女演员。快快，我们仨快。Fear 是不可以说在场的演员。哦。啊，小辣，然后李雪琴，然后鸟鸟。打边。太水了，就是说。咱就可咱们屋里的人祸害。那你们要接近胜利了，也到一半了。孟子，你是一半了。赛点了，赛点了。快点。请说出你最想合作搭戏的三个男演员。丁宇是在场的不行啊。我张国立、汪苏泷。肯定有问题啊。我说完了。你第三个又没说。真的，第三个这个人他就比较人科，你知道吗？你们听到啊，这个对对，你们没听到吗？调监控，你调监控。张国立、汪苏泷。你们没听到吗？因为他的歌声比较高啊。汪苏泷也不是演员。张导，我再跟你说一遍，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知道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张国立、曾舜晞、郭麒麟，那都晚了，是猴年马月了。最后一轮了，你要不要第一个？第一个，彭瑶，来第一个，就这样，来来吧。好，子涛，这个也难呐，但是有可能你们可以答上。请说出三个水果名，不可以说中文。Apple, pineapple, orange。这个答的对，这个不，请说出三个香港女演员的名字。靳宇是不可以是三个字。罗兰、叶童、梅兰了，对。熬夜。至少，请说出三部你觉得不好笑的喜剧。靳宇是，陆迪演的戏不行。这么得罪人啊！说哥说，说，说说。牛郎第九夏洛特烦恼，人家把轨道还有一个西红柿首富，还有一个西红柿首富。腾哥，我其实最爱你了，腾哥。不是，流浪地球不是喜剧片。我所以我后面又说了四个吧。其实流浪地球好笑吗？好笑呀，你看的时候一直笑。不是，我说了三个，没热辣滚烫，然后让西红柿首富和夏洛特烦恼。不是，我都这样了，你们还说不对？对的对的，下一个贾玲、沈腾全得罪了。冷静一下，他不能吵啊。孟子义，我简单一点啊。请说是你最害怕的三个动物。靳宇是不能是四只脚。四只脚。蜈蚣、大鸡、蟑螂。哇、哦！八只鸡是什么？就是鸡，公鸡。你不惯，鸡是两只脚的就不行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哎，那么成效的问题是什么呢？请说出你最小个接下去旅行的三个地方。靳宇是两个字不行。这吉隆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了，吉隆坡、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地方吗？吉隆坡是首都，对，但是马来西亚更大。他想把马来西亚全给逛遍了，然后其中有一个吉隆坡。吉隆坡多逛一会儿。对，好，菊霞，请说出娱乐圈里边最欣赏的三个弟弟。肖战、王一博。靳宇是在场的不行，开始。肖战、王一博、紫砂。漂亮，我也欣赏。虽然他答对了，很高兴，但他明显没想提在座。即使没有靳宇，他也没想提，根本就没有想说在座。他没有想说现场的。哎，有机会了，哎，到娜姐了。到娜姐了。你冷静一点，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娜姐，请说出三个上过春晚的歌手。靳宇是女歌手不行。好，孙楠、杨坤、刘欢。秒答，漂亮。文牛威，你在国外最想念的三包家乡美食是什么？靳宇是三本都不行。麻辣香锅、麻辣甜蛙、麻辣烤鱼。好。哎呦，
这个菜谁都想，不光你想，都想。对，下一个，夏之光，如果你要选舞伴的话，你最想邀请哪三位女生共舞？靖宇是三个字的女生不行，准备开始。高叶，我那英，对，金莎，耶、yeah! ，漂亮，没毛病，没毛病。高叶，请说出张颂文老师的三个缺点。靖宇是三个字不行，准备开始。五、四、三，他长得黑，黑，戏太好了，戏太好了。好，这是缺点吗？对啊，对他来说是，因为他会有压力，会有压力啊。对啊，对，肚子是什么缺点呢？肚子太大了呀！你别管肚子是啥，就是缺点。他认为他是缺点，怎么？这肚子就比较大嘛？不是，他说妒忌吗？对，对呀、啊，我发音不标准不行吗？哎，你说说妒忌，你对呀 啊， 啊，不是，怎么了？你学点粤语发音，妒忌啊，他喜欢妒忌呀、啊。性格上的缺陷是妒忌啊，妒忌。张颂文这个人呐、啊，好讨厌，很喜欢妒忌的。妒忌啊，妒忌，这没问题，没问题，只是没学好粤语。哥，你是干公关的吗？性格专门干这个的，你看出来没？对呀，专门干这个的。好，来我问你，你认为这是妒忌是张颂文老师的缺点不？可以啊，对不起，我要上，我可不上热搜啊。你妹妹赢哈？还有，哎，还过了过了，还有两个。很丢人。盛哥赢，盛哥你听点，一会儿帮我掰一下子。哎，放心，有我呢。说出三个名字里带有颜色的艺人的名字。靖宇是不可以说黄子韬。黄磊、黄渤、邓紫棋。哎，行。哎，孩子，你都不给我机会，贾日宇。下一回吧，真是。下一回吧。还有一个。赛点了，再点。请说出三个反派角色，靖宇是武侠片，准备开始，五、四、张颂文，三、张颂文，小丑，顾尚爵，好，什么？顾尚爵，我宫二，你不是反派，你又是武侠片，我算反派，不是武侠片，不是，他是一个伪装了一整集的坏人，好人是他的伪装，我前大半都是反派啊，不是武侠片不行，他们是武侠。他们有武打，我们真不是武侠。等，怎么？怎么了？要语文了？语文老师说话了。就你们有那个打斗？有刀有剑，但是。对呀、啊，你看，很多。所以是武侠不？不是，刀剑是战争片。对呀、啊，拿枪炮警匪片，到那边打仗嘛，那个。战争片。古代战争片，你这个百度写的是古装谍战爱情，那你看，对呀，没有啊，对呀、啊，没有武侠，对不对？谍战就战争片啊，对啊，就是，你看，没毛病。他那个样子怎么拍武侠呢？不，这只是个游戏，不要断人家的戏路，老子。为了赢，是不是？你关键是你现在对演员的评价很重要。你轻易不要评价。那这一问就是徐志胜能不能拍武侠片？可以啊。哦，老子，我新拍了个圈叫《侠客行》。他拍的他那个狗灵风就是武侠片。怎么叫狗灵风啊？他的名字。我的名字。哦，那太好了，太贴你的名字。狗灵通吗？狗灵风。好，听起来我没有问你一道题啊。哎，请说出让你感受到喜悦的三个物品，但是不能是三个字，请回答。好吃的东西、红包，还有喜临门床垫。为啥是喜临门床垫呢，姐？因为这个是我深度好睡眠的一个秘诀，因为我觉得睡好了，人心情也好，然后出去也漂漂亮亮的。哦，怪不得你今天状态这么好，原来好的睡眠是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的。对啊，给你送个喜临门，让你也沾沾好运。好，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能通过这次测试，而且你们之间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一次呢，我将会把你们放在秘密信箱里的大秘密返还给你们。好，我要。哦，谢谢。因为里面有很多内容，你们可以看一下。嗯，你小时候这么胖啊？嗯，圆不溜秋。
不是志胜，我觉得你也算是长开了，你知道吗？是吗？嗯、我这样就长开了，眼睛大了点儿。你眼睛真的变大了。我那时候2014年上大学嘛，十八岁。所以你为什么像个土匪一样的那感觉、啊？他没有，我只是天生眯着眼，那种，这并不是真的坏。大哥，要不听故事了？哥，要不听故事了？如果你在上海拍电影，肯定很红啊，可以。把这句话一定要剪进去。但现在就哎。那么我们就以太阳作为这节课的结束，大家可以参考它，把这个太阳画在自己的照片上。注意观察大家画的太阳，可能会对你们寻找凶手有帮助。可以不画对吧？可以不画。卧底就不会画。我不画是因为我先天对颜色有一些识别障碍。我看你画没？我画了。我看一下。那个笔画的。这个笔画的。哪有？真的。这是本来就有的。我画的不好。你看，田佳瑞，你还要骗我？田佳瑞，你为什么不画？我是色盲哥。你是色盲呀？对呀、啊，我也是。他是设定里是色盲。我现实里边是色盲。我也没画。你为啥不画？我设定是我对阳光过敏。对太阳过敏。你也没画吧？我保留，我有原因。你保留原因？哦，我保留原因。为什么？我到时候会公布的。娜姐画了吗？我也没画。你为啥没画呢？我不喜欢画画。你不喜欢？他是不喜欢画画。哎呀，我人物设定是不是忘记了？你看看，你得走人物。这么多没画了呢？真的。不是，大家听好规则啊！导演说的是按照那个图片来画，但是现在不按照那个图片来画的人特别多，也有问题。对，那玩意儿我画不像还不像。所以是画了的人就肯定不会杀害别人，就是画的人也不一定没问题，不画的人也不一定是全有问题的。我看你画的，你瞅这，你瞅程磊画的，很有色彩，你有问题。谁让你照着那个画？大家说画什么样都行。所以说就画的最不一样的也有问题。我有问题，也有问题，哥。你们要想想为什么张万森自己没有画。想我没画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不是凶手，所以他没有画，这是一个原因。你们已经得到了相关线索，相信都有了自己的判断。现在可以共同推出两个嫌疑人去波动时光之钟。推出的两个嫌疑人中，如果有人手中有粉色兔子头绳，则推理成功；反之则失败。肯定要没画的人。为啥画的人也会有问题的，你得反其道而行。先把没画的过去。没画的过来，没画的过来。不是，我先跟大家说一句话，死者是张万森，张万森没有画的原因是什么？那没有画的人的身份又是什么？你先验证一下。你们可以验我，你们真的可以验我。得俩人。你俩验证一下。为啥呀？刚刚他开始盲目开始踩我们这种画的太阳，下次画没有画一怪。我觉得从那边开始，咱们就一人投两票，谁最后谁的票多，选出一个一二名，直接把这个投掉就好了。我觉得投票也是乱，嗯，我们不能两个人两两的选到明天没选完，我们有多少个组合啊？两两选，我提议张曼森来选。对，张曼森。听你的，我是觉得娜姐是有可能性的。你咋每次都踩娜姐？我真服了你了。没有没有，因为娜姐她自己，你要相信我。我们不能。哎，娜姐，你发现一件事没有？但凡她有身份，她就会踩你；她没身份，她也踩我。你和田佳瑞吧，你们俩吧。我学了，我跟娜姐。不行，就你跟田佳瑞。小田慌乱。我一点都不慌乱，你们不信我。
推我跟田佳瑞的人里面一定有坏的。不是，等一下，娜姐的举手。同意田佳瑞的举手，举手。那同意我的举手。验吧。我就是没身份，你让我怎么验？哥，你别怀疑我，你干嘛呢？你别这个眼神看我啊！我觉得我俩还真有可能。哥，验吧，啥也别说了。就这两个了，没人呢。哇，你的任务是促成张万森的死亡。如果你们暴露，那么张万森死亡的结局将被改写。你们捡走了张万森的粉色兔子头绳，在大家指认的时候，身上有头绳的人会被时光之中验证出来。验吧。行，那我们俩来验吧。不是，哎，哎，无所谓，反正他们又不听。来吧，我播了啊。代表什么？代表没选对，代表着我们没有选对人。哇，反正就我们其实就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最后去验证的时候，确保去验证的那个人的身上没有头绳就好了。我觉得第一轮先放在你那儿，因为第一轮大概率不会推你去验证，我俩可以先去扛，对吧？我跟田佳瑞现在是好人排除。嗯，你要真是好的，你就不要跟别人去斗，你肯定要跟着我们的线来走，你懂什么意思吗？未来的张万森依然没有改变命运，大家可以删除林北星手机中的第一条短信，穿越到2009年5月20日张万森在社团活动中心被打伤的那天，获得线索，改变张万森的命运。张万森好像被一群小混混找上了，速来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室。删掉。删掉。是，我删掉了。哎，我们不是要去救张万森吗？这是哪儿啊？巧乐兹多巴胺补给站。哎，这不是小巧妹妹吗？你们好，欢迎来到巧乐兹多巴胺补给站。听说你们刚才没能成功验证嫌疑人。穿越到这里，想必是受到了某种召唤。意思是说，巧乐兹会给我们线索吗？线索就在穿越到下一个目的的路上。今天我也为大家准备了巧乐兹全面升级的巧退棒，大家不要气馁，一定要加油，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成功改变张万森的命运。好。好。张万森92年。181/65千克。就是张万森的一个细节。嗯。啊、哦。谢谢小小妹妹，那我们出发吧。加油吧。好，加油呗。哎哎，那不张万森吗？怎么？哎哎，外边干啥呢？有欺负他、哎、怎么回事？快来快来快来。怎么怎么？哦，欠的钱还不还，看来得给你点教训了。拿开你的臭手，我告诉你，我可是武术冠军、我看你全身上下就嘴嘴硬，给我打！想打？不能打，不能打，这个就叫学校霸凌。我告诉你们，要不是你们三个人，我一定让你们尝尝刀枪棍棒，打死你们！又不是给我单挑，挨打还那么多废话，给我打！你们别打了，快住手！你有什么冲着我来？要打就打我！居然还有送上门来的，给我往死里打！干嘛呢？
报警了啊！哦，学长来了，学长，滚蛋！有人来了，我们先撤。算你们走运啊！怎么样？没事吧？我快不行了。你没事吧？还好有你挺身而出，谢谢你。哎呀！哎呀！哎呀！我们先回去。对，各位戏剧社的同学，刚才那段表演不要学哈，千万不要模仿啊！但我被感动了，是怎么回事了，老师？就是你傻，就是你傻。好，漂亮，感人感人，胜利归来，谢谢你，客气了。没想到你比我还像一个男人，是，太感谢你了。林美欣，林美欣，我刚刚不是给你发信息了吗？你去哪儿了？刚才我被他们锁在了体育器材室，然后我就拍了好久的门，然后莫名其妙的门就突然就被打开了，然后我就跑出来了。哦，这么离谱的事情，有人把我关起来了。对，有人要害张万森，就害怕你救他，然后就把你关起来了。哦，学校里看来也有怕你的同学，所以把你给锁上了。嗯，那我去救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疑问啊，等一会儿可以请社联的同学们帮我们去打探情况啊。然后今天是社联的优秀成果展示的日子啊，所以咱们要去参加这个优秀成果展示。可以啊，刚好我们语文老师擅长表演，英语老师呢又热爱音乐，大家也都是两个社团的社员，展示成功的话咱们就可以得到社联同学那边给的消息。哦，行行，我代表大家答应了，赶紧吧。那怎么展示呢？非常简单啊，今天有三个公开课，戏剧公开课、音乐公开课、舞蹈公开课。每一个课程大家参与了以后会有专门的评审老师打分，如果有一半以上的老师打了优，咱们这个课程就算优秀。那我们一定要赢啊，赢！好，我们现在有请评审老师和学生代表们入场。好，老师，哎呀，哎呀，欢迎欢迎！哇，老师好潮啊！就是这群人一会儿要点评一下吴老师的表演是吧？森哥，那不是刚才打你的吗？森哥，三个打我。您的巧乐兹下午茶，请尽情享用。想成为真正的萌探，必须不断加班，找到美味升级的秘密。祝贺你，赢得第一个星期。缜密的逻辑推理，是萌探必须升级的硬实力。第二个线索已出现，原来这就是美味升级的秘密。难道我漏掉了什么？扫描每一个细节，线索已经在我手中。玩法升级，一起瓜分百万现金红包！恭喜你升级成功，喜欢你没道理，巧乐兹。好的，那我们的第一节公开课就开始了。好，好，现在是英语老师的音乐课。英语老师的音乐，音乐课，英语老师的音乐课。OK， 英语音乐还是挺押韵的。Good study day day up。今天我们是一个音乐公开课，那么我要讲的就是唱歌，首先要自信。哦。还有就是，唱歌唱出自己内心里所向往、所想倾诉的东西，自然就会感动人。千万不要做作，做作、嗯、对，你永远不懂我伤心，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我觉得用不到这么有力气，我觉得自然就是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就是顺着他唱，有道理，听有，好，孟姐，哎，来，我唱一句，你学一句。对对对对，太好。我唱歌不行，英语老师，我唱歌不太行。我从来没听过。英语老师，我唱歌是跟语文老师学的，所以唱得很一般。好好，你也来，唱啊！我派出学生跟你合唱。OK OK。哦，
这是戏剧班里边的尖子生是吧？对对，他演戏最差的，但是唱歌最好。唱歌最好的。哦，那你还是干错行了，应该来这儿。对对是。来吧，两位同学，金莎有自己的歌吧？唱一句。有。对，我唱被风吹过的夏天吧。好喜欢这首歌啊、哦！我还唱过的。对。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哇！哎，那真的是去错地儿了，他应该来我们这儿。对。他应该到我们音乐室啊。我最想听就是你们音乐室的高材生。他是我教出来的，很 special。对，来来，先唱啊，唱很 special， 有自己的风格啊，加油，好。来，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你看我这个嗓子。好好，再叫上。你这个说唱创，这个 rap 这讲的不错呀。我就是说唱，就是说没创。这个是我们经过了二次创作。你一个戏剧社老师，你老点评音乐干什么玩意儿？也对，不好意思。你永远不懂我伤悲，你永远不懂我伤悲。把娜姐带跑了。那他用的是第二句的调，这是第二句话了吧？你接了第二个旋律，挺好的。我们俩像接龙，起码对上了。对呀、啊，对，起码他是对的呀，我是对的呀。一人一句在对唱那种感觉。对呀、啊，对对唱吗？真的，唱得很好。梦一场会吗？怎么唱？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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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这样了。哇，还转音，还有转音。这个歌我第一次听你现场唱，是因为每次我也不敢唱，这首歌真的超难，你看这么难的歌他都会了，有进步。这个就是英文老师的功劳，就能调出这个。对对对，哎，我跟你讲啊，音乐没有什么高低啊，谁厉害谁不厉害，我喜欢它就是最好的。对，没有对错。行，那我们回座了。好，回座。很棒很棒，高材生，高材生啊，可以，争气，戏剧社的骄傲。然后第二部分方言，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当说唱在音乐圈里头开始突然间蓬勃的发展之后，全国各地各种城市的方言的那个 rapper 也非常厉害，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我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来展示一下。磊磊，啊，陈磊，方言，我会讲一点粤语。还有那个嘉瑞，啊，我用山东话，我山东话唱歌，山东话，山东就靠你了啊！我姓马哥，来吧，来吧，来吧。Yo yo， 赵亮亮，这里是 DC 小城 ，My C 小钱，哟哟哟 ，Yes， 哥 baby， 你话要做最醒目嘅靓仔，打。总系怀疑我系卧底，听不懂啊！冇喺度乱噏啊，兄弟！哦，惊你最后变成个傻仔。哦，凭我现在无意轻松把你甩掉，就算你个振宇哥是卧底师大佬，水平不如我的话，就不要太高调。我要将你们统统都切开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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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哎，弟弟啊，我要 diss 你，听着，弟弟，弟弟。我带你去迪士尼，弟弟，哎，弟弟，你是 Hello Kitty， 猴子，猴子，猴子。啊！哇！哇！耶！哎 ，OK。卓雅老师没给你丢脸吗？完全没丢脸。方言更好听。是，方言更好听。接下来我们应该让这个。山东口音更明显的著名 rapper 明星徐志胜。哦，怪不得你不想跟他们三个站在一起，你要读 solo。因为我这个人是第一 rapper solo。不怕，来表现一下，来，眼镜要不要 ？OK。哇，有感觉，够嘻哈了。好好好。
好，放 beat。姐，我啥时候进城？我教你，我去告诉你。一二三 ，Let's go。蒙塔三个大聪明，整天小嘴说不停，智商我是第一名，谁来反驳都不行。卧龙凤雏，胡说八道，是俺俩的称号。我看你那简单的头脑还没有我可靠，因为有你，我的才智说到头都是白费。过你生日离不开你，你是我的拖累。今年我的大脑计划实在太聪明了，你在原地跟我谁玩，只能委屈你了。哇，好。这不是让孙建白吗？这个很难评，这个这很难评。老师，你说我的难评，你到底说我行不行？我唱歌唱这么多，你没见过这节奏的。他这种教都没办法教的，你看他连一个正拍都没卡上，你怎么教他？你并不孤单，还有我呢。你也没卡上呀？我肯定卡不上。第三部分就是要讲到这个 rap。重点在于它的那个切呀、啊，还有就是它的那个韵律上面是有叠加的。姐，你说我刚刚叠加上了吗？没叠。你叠加的有点过头了。叠加就过头了。老师，可以请你通过 rap 的方式唱吗？好的。之前那个不张眼的节目里耍着无赖、啊、不好意思，我现在的真的不好忍耐，我不管你怎么抵赖，事实无法掩埋，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付你们两个小菜，我是无科技的头脑，领着大家走向辉煌，一个两个不用慌张，给姐抬起头来，在这儿教育你，我不是义务的，别在我的面前耍弄你的技术了，你的小秘密都被我探破了，你不是来破案就是来犯二的。大姐可算报了，可算报仇了，报仇了。好的，我们的音乐公开课到此结束了啊，然后评委老师和学生代表们现在可以选择是否举起你们手上的牌子，如果超过半数的人觉得优秀的话，咱们这个公开课就算是就是过关了。来，三二一，请举牌。真的很优秀、哦、谢谢。不，朱老师没有举，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嘛。对，良心过不去，良心这一关。他还相信有天呢。哇，你这 rap 实力不错，但是我的注意力好像都被你的牙齿吸引了。嗯，你的牙齿怎么这么白？用的什么刷牙的？你的眼神不错哦。嗯，我一直用的是参半 SP 四美白牙膏，双效美白牙齿，牙齿白当然足够自信了。哦，听起来不错啊，我也想试一试。那这支就先送给你用。哇，谢谢田同学。不客气不客气，同学之间有好东西就应该互相分享，这一支呢我就先送给你了，美白的秘密也分享给你，坚持使用28天，牙齿就能提升5个美白色阶，每天刷牙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好。哇、哦，谢谢谢谢，不客气。好的，那我们的音乐公开课就到此为止了。好，我们到下一节课了，就是我们语文老师要上的戏剧表演课。来，语文老师，我们戏剧社呢来个表演的项目，来让大家陶醉一下哈。哦，这一组就是让大家醉的，就是徐志胜和孟子义又来了。哇、哦！做振奋人心啊。好，会的太多了，真的是。对，来吧，左凌芳。来了，豆子。因为这个是爱情戏的教学啊。嗯，演一个高甜的片段。高甜。哎，对对、okay. 女的是霸总，为了应付家里面就找了一个贫穷的男来当男朋友。
挺输了男，我啥也没占呀。两个人呢产生情愫了，但男的认为女的不喜欢自己，有点失望。那有什么好失望呢？我也讲。加油，师叔。好，徐太盛跟林北星的爱情偶像剧第一回开始吧。你跑那么远干什么呀？不是都说好了一起去海洋馆的吗？你咋不去了？陪你一起演戏吗？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我。滚。嗯，我跟你坦白的说，一开始呢我确实是在演戏，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就真的喜欢上你了。虽然我们的开始并不完美，但是我现在喜欢你，我想和你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哇，好。哦，什么意思？闭上眼睛做什么？该不会以为我想吻你吧？你白天做梦。我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下，刚才有一段校外的表演跟里面的表演，我觉得他今天喜欢你比喜欢他多了。老师，这个事情很难理解吗？老师，这个事情为什么还需要解释呢？老师，他刚才很好啊，徐医生。是吧？谢谢老师。别夸我了。对呀、啊，你眼光的。我真的恨你。老师，其实我在内地没有势力的，你不用夸我。赵老师，我们要重复刚才徐继胜同一段表演，让大家知道怎么叫一个比较夸张的。加油。哼。你干嘛了？不是说好陪我一起去海洋馆的吗？陪你继续演戏吗？你只是想利用我，你要的从来不是我。是一开始我是想跟你演戏的，后来我就用了真意了，我一点一点的喜欢上了你，你感觉不到吗？哦，好吧，来吧，那么坏吗？因为我要吻你啊！啊，不是吗？当然不是啦！哼。你真是发白日梦啊！他有点，他们俩有点夸张。啊，你才看出来呀？啊！泰盛老师和振宇老师的演法，我觉得各有天秋。等一下，我不想跟他同一个评论当中。但我感到很荣幸。我跟他真是不能在同一时间出现。但老师，我想听。好，我们下一个就是眼神的戏。OK， 我们就请亨磊出来一下吧。加油哥！哇，这压力好大。等一下，加油！我眼神戏好难的。嗯。因为这个镜头就好拍一点，我感受到了你们无限超越般的压迫感，就是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好，准备这个审讯时的。我来打板。对。OK。哎，同学啊，我们打板是对着那边，不是对着眼睛。你看见我没用啊，同学。第一条，开始。
咩事啊？问你张相啊？张相啫嘛，当唔到证据噶喎。咩 ？DNA， 我哋 DNA 的报告可以做证据啦啩？我去过佢屋企啊嘛，咁我去过佢屋企，佢屋企我 DNA 好正常噶嘛，系咪阿 Sir？ 咁靓嘅皮肤，做成标本，一定系最好嘅艺术品嚟噶。真系冇做过啊 Sir， 你冇理由冤我好人噶，你唔可以屈我咯。做咩啊？阿 Sir 打人啊？系咪啊？很厉害啊，真的是是是好啊！哇，演的好好哦，太可以了哈！对，跟着就还有对峙戏，对峙的戏，高老师，我们就研究一下哈。好。嘿，你来了吗？坐吧，好久不见了，瘦了，等很久了，没有，刚到。难得请我吃饭啊，什么事儿？说吧。没有啊，想你就请你吃个饭呗。可我不想你啊，说正事儿吧。我想我的手下。你想你的手下？抢啊！什么时候还给我抢啊？你真的要我动手吗？徐志胜的事情你怎么说？好兄弟都出卖了。那废柴，别说他。谈谈孟吉义吧，这个我要。为什么是他？我告诉你。不，你为什么是孟吉？吴振宇，问你最后一遍啊，为什么要孟吉？想清楚，因为我忘不掉你，我想用它来做一个代替品。都给你，他们俩都给你。我就说徐新胜，我不要。怎么能用这么霸气的表演说这么好笑的词儿？语文老师的指导果然很厉害啊！不过我们还要出一道题，检验你们的听测效果，就是考验你们的情绪变化层次。这道题要借助的特殊道具就是我们的乔乐兹六重巧巧，你们要用不同的情绪演绎出品尝六重巧巧时的感觉。谁想参加？他想，成绩好，好想啊，我想，所以他成绩好。要不你成绩好呢？哈。好的，非常的生动啊！真的被这个好吃的雪糕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完全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到表演上。对，我做了这么几个拙劣的表情，但是其中已经有千百种滋味在里面了，所以远远不止六重感觉。这里面有巴旦木，还有巧克力酱和燕麦脆脆球啊。看起来特别好吃，我也来尝一个。等我们巧乐兹看着就很好吃，来干杯！干杯！
我们那个戏剧的公开课也上完了啊，现在有请评委老师和学生代表们给我们打分。过半数了。好的，下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堂公开课了，是舞蹈公开课，有请我们学校的舞蹈老师，有请。哇！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我先公布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啊，我们舞蹈公开课评优采用 PK 的方式进行，所有人都要跟着一起学，学完之后两个社团要派出三人进行三轮一一对决，满分为10分，如果超过半数的人超过8分则舞蹈公开课为优秀。好的，那就交给老师们了，我去外面准备一下其他的功课。嗯，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准备好了吗？跳开，哈哈。哦，也是很好，然后左边一下，左边一下，对，然后打开，哎，对，好，来继续啊，我们1、2、3、4，1、2、3，好丑啊 ，OK， 记得回来。我受不了学生上的舞蹈动作了，不是想吐，老师就那么教的，他动作又丑，还非要放到我脸前。二，咔，从刚刚走呀。1、2、3、4，哎，他非常干扰我，老师。我干扰你，老师就这么教的。往前一点啊！不是，人老师就这么教的。OK， 我们继续啊，走，一，是有点奇怪，来，5、6、7 ，and， 一个，很好，两个，帅，三个，四个 ，OK， 很帅。那我们跟一下音乐，1、2、3、4、5、6、7，嘿，1、2、3、4、5、6、7，5、2、2、3，转，5、6、7，可以。那我们接下来个人展示的环节喽。你是我们这边的啊？对，哦，那就安全一点。吴哥，我也是咱们这边的。我当然田忌赛马嘛，你一定会出现的，总要有一匹下的马是吧？你总会对他们冠军的。徐志胜上我就上去干了。行，我只跟徐志胜对战。明白，最终一出来你就上。你们选好了吗？我们选好了，徐志胜是我们的上等马。让我这个骡子来撞一下你这匹上等马。两个人一块撞马。来，啥时候开始？啥时候开始？你提醒他，你提醒他打一盘。开始。小骡子，你还跟我比技动作？你来，咱接受，接受结果。来，哎，咱不一定输。哎，这个戏剧上画了个问号是什么意思？问号连打分你都不配，兄弟。好，谢谢。我先拍那个金沙出去，再来比拼啊。我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声就赢了啊！棒！他还喜欢当的，你听我开口了，棒！赢了，这个握棒赢了，兄弟，赢了，赢了，赢了，声势，赢了。
来吧，来吧。行，评分。哎呦！可惜，太多谢朱老师。得到了，得到了，得到了。到他们叫人出来了。夏之光，你上吧。光，巅峰对决。加油！接受命运吧。看够啊，请两位舞担带给我们展示一下舞蹈功力。要加分题嘛？那我们跳我们自己的吧。刚刚加油！我要自己飞，我要自己飞。大哥加油！我要自己飞，我要自己飞。本节目由美味升级一口超有料多巴胺加满的巧乐兹独家冠名播出。这组就看评委老师怎么打了。恭喜同学们，舞蹈课也被评为了优秀，所以咱们是三门公开课全部都是优秀，恭喜你们！好，太给力了，太给力了！社团的小伙伴们给到了很多很多的线索。尤其是篮球社的一个同学说，看到有一男一女在体育器材室门口先后徘徊了一阵啊，然后刚刚他收到信儿了以后啊，回去看了一眼，门口留了一个脚印，大概是43码左右。男生哦，女生真的是好人呐。谁是谁？我44，我42.5，我42.5，42。我44.5。语文老师是奖码多大呀？43。哦，对了，还有个同学在那个器材室门口捡了个纸团。谢谢。拦住张万森，不让他去秘密基地，锁住林北星，不让他去救张万森，杀了张万森，打了一个问号。这里还有一封留在社团给林北星的信，给我的信。我这个是你们找的那个人，有颜色辨别障碍。哦，你哦，
不是，人家说你距离的，他们刚刚没画那个太阳。距离谁颜色距？距离我是。你吓我一跳，你。你也色盲吗？你也色盲吧？你那距离的设定是色盲吗？我生活中是色盲。你生活中是色盲？那咱俩是一样。哎，对，画颜色的时候，两个人颜色不一样。对，太阳的时候那个太阳颜色不一样。就是说能这么另类的画一幅画，肯定是挺有个性的。你那个太阳画了一个蓝色的边儿，对，蓝色的边儿我记得很清楚，有个蓝色那个波浪。对啊，四三的角。我们肯定先把色盲的人摘出来嘛，然后再去对比角比较好。从色盲的人里边选。我是颜色障碍，我是色盲，我是陈磊哥也是颜色障碍，我不是，我画出来了，他画出来了，我是把所有颜色都用上了，你把所有颜色都用上了，因为你害怕别人认出来你有色别障碍，过度分析了弟弟，其实磊哥怀疑很大，你问他脚多大，磊哥你脚多大？我三，你看看，全对上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是色盲，而且我也42.5，我只是报43。是哥，你肯定不可能报四十二点五。你不是说色盲这个问题啊？你就是这么多人里，你是唯一一个把四个颜色全用上的人。对，田嘉瑞，这回啊，你就跟疯狗一样，每一个都猜。我没有，所以绝对有问题。他说的是对的，因为这儿有色别障碍的人只有我们三个。我都验过了，我都验过了，姐姐。验过了。等一下。哎，不不。哎，等一下，跟上一次一样，我们有多少条中的就这个人出来，43就先出来，色盲跟43的脚出来就好了。那我给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啊，我们先用排除法，就是刚才验过的人是我、田嘉瑞还有涛子涛哥，对对。现在，就算他画图的人。他也有可能有色盲辨别的障碍，只是他没说嘛。吴老师啊，不是你要证明我是现实有色盲还是剧中有色盲？剧中有色盲、啊。我觉得你现实和剧中都有色盲，赶紧去吧。让吴老师跟那个程磊，你们俩去嘛？不是，我本来计划去的，但他们一讲我就生气了。我为什么要承认我是色盲？没事，你生着气却一样。就让吴老师去吧，咱就拿。你没说吴老师有呀，但是他画那个太阳本来就不对。他俩去，你行不行？可以，我都可以。然后最后一轮验陈磊，可以。最后一轮不是大逃杀吗？杀我啊！我要现在去，那我现在去。投票吧。我是觉得还有一轮啊，你们先把最大的可能性给认清楚了，再在最后一轮把那个人抓出来就好了。来，这样吧，那个同意语文老师去的举手，全举，全票。然后现在就是同意小文的去，小文去的举手，一二三，一二三四，四票，同意程磊去的举手，你可以都投票，没说只能投一票。我去了。哇、wow, 好期待，坏人。验证失败。啊！同学们，这边，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很厉害，是个高手。他不仅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张万森和星星的一些事情。哦，我调查了很久，然后有很多的证据在这里面，但是我一直没找出来他是谁。看一下，我现在把证据交给你们，然后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出来他是这个骗子到底是谁。给张万森看一下。哦，星星，看看里面还有你的日记本，记得拿回去。我的日记本。对，好了，所有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好，谢谢。哇。2009年5月20号，我刚回来就看到林北星被人关了起来，我跑去把他放出来，让他去救张万森，希望事情回到正轨。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能救下来张万森呢？哦，所以其实我刚刚被关在了这个体育器材室，就是穿越回来的我放的当时的我。
太奇怪了，张文森只是个普通学生，怎么会有这么多原本和他没有交集的人针对我们？为什么每次追踪到的人都不一样？哦，说明每次要杀他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明他们有好几个坏人，不是一个杀手。对。哦。然后，2010年6月5号，我已经进行了3次穿越，没有机会再浪费了。或许我能找到一个办法，用我的粉色头绳把所有可能和这件事情相关的人拉入同一个时间点。这一次我必须成功。哦。哦。3次穿越了。所以粉色头绳是我的。2010年9月29日晴，学校里有一阵流行分享迷你脆筒。这天放学后，他忽然出现，说给我变个魔术，从背后拿出一盒巧乐兹新品迷你脆筒，里面有黑巧和蜜桃乌龙两个口味。他说这是两个绝佳的口味被装到了一个盒子里，感觉很奇妙，就像我们俩一样合拍。他还说和我一起分享巧乐兹是他最快乐的事情。没想到他还挺会的，用迷你脆筒来形容他俩是最佳拍档。是啊，我也非常喜欢吃这个迷你脆筒，小小的一个超有料，而且一盒呀有两种口味，今年新上市蓝莓和玫瑰车厘子，还有黑巧和蜜桃乌龙的，确实挺合拍。那下次你可以请我吃巧乐兹的迷你桶吗？想什么呢？你那个是什么？哎，这里面有信息。詹宇，千万不要让林北星靠近张万森，否则他会有危险。詹宇，林北星绝对不能和张万森扯上关系，否则他会很危险。阻止林北星和张万森扯上关系，张万森会害死他。我会害死林北星？因为那些人都要杀你嘛，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伤害到我。知道了，是穿越回来的张万森关了之前的林北星，然后穿越回来林北星放了之前的林北星。为什么张万森会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林北星会去救他，会去救他的时候可能就是林北星会面对死亡，所以张万森杀了他，直接自杀，这样林北星又不会死了。哇，也不是没有可能性，我觉得这可能性会很大。张万森穿越过去穿杀了张万森，未来的张万森杀了平行宇宙。詹宇，千万不要让林北星。詹宇，林北星绝对不能和张万森。张万森会害死他。啊啊！有三个人，有三个人，这三个声音是三个人，是有三个张万森喽。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所以是三个匪喽，三个卧底。但是粉色头绳只有一个呀。哦，他们三个是可以互相传递粉色兔子头绳的。他验证那个东西，他不是验证凶手的，他只是在验证是谁拿了粉色的兔子头绳。我天哪，那现在更复杂了，前面都有可能是凶手。不是呀，不是，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只是想救那个北星，并不是说你肯定有问题。对，你绝对有问题。我盛哥他没验过，他也有可能，他没验过，他也是符合条件的。其实像，因为你一直在帮助他解脱，我觉得你我帮他啥了呀，姐，我帮他啥了呀？演戏那个眼神太暧昧，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演技好了？那玩意儿，哎，我想到了。我觉得还有个张万森，有可能是成熟成熟的张万森。没关系，没关系。哇！哎，哎，反正就我们其实就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最后去验证的时候，确保去验证的那个人的身上没有头绳就好了。我觉得这一个第一轮先放在你那儿，因为第一轮大概率不会推你去验证，我俩可以先去扛，对吧？来来来，这一个卧底小队，来来来。不是，我觉得老师你别觉得了，老师你就是你就是那个成熟张万森，是那个了。你想成熟音霸总音少年音文俊辉，文俊辉少年。陈淑英，你少年音吗？我不少年音啊。你怎么不少年音啊？你很少年啊，归来人是少年啊。
门口留了一个脚印，43码左右。我42.5，我是色盲，我是把所有颜色都用上。你把所有颜色都用上了，就因为你害怕别人认出来。过度分析了，弟弟。钱嘉瑞，你就跟疯狗一样，每一个都踩。那个张万森，我应该知道是谁，我应该知道是谁。那还有个张万森是他自己，他自己不是一个吗？他自己是一个。张万森还有个本人，不用想了，就是他。那结束了，找出来了。对不起，误会你了。你这想什么？今天我明天还真可能是，明天怎么也到一到我。怎么着也得轮到了。为什么我们上来以后，也明天开始我们真的互相不猜疑？我从来就没怀疑过。对于张万森被伤害这件事，我已经有了初步判断。这件事情的一些线索就在我们生活过的教学楼里，四位女生随时会收到线索提示信息，你们可以根据信息找到线索，并推断谁和这件事情有关。接下来我会把你们传送到时间缝隙的教学楼里，有莫比乌斯环的地方。四位女生需要和男生组成搭档，戴上莫比乌斯环，落单的人戴上单独手环，可以去撕搭档组的莫比乌斯环连接，并和女生的手环连接成为新的搭档。手环断开之后，需原地跳舞3分钟才能重新佩戴手环。1个小时后，时空隧道就会开启，搭档可以带着莫比乌斯环离开循环。但如果搭档中有想要伤害张万森的人，就会再次走向张万森死亡的命运线。现在请四位女生选择自己信任的人组队搭档。嗯，你还跟那个谁徐志凤。徐志凤。我跟光光，我跟光光。OK， 我跟花子涛。可以，他们俩，他跟夏主。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陈佳瑞，你是不是？姐，相信我，要是我也是。哦，但是我那个谁呢？各位，时间不多了，现在我就送你们去到时间缝隙之中，大家快出发吧。我觉得我们一定能联手把干翻所有人。我要真的是跟一个坏人在一起，不会不会，你今天相信我，弟弟带你赢。秦天瑞肯定是一个色盲，43。那吴镇宇也是画的色盲的那个太阳。再来一个人，会是谁？这个人你知道吧？这个人很重要，程磊。为什么说程磊？像是如果这个东西可以传递，田佳瑞跟程磊坐在一起，他们是可以传递这个东西的。因为第一趴我跟田佳瑞结束之后，相当于他的怀疑被排除掉了。你看又被推了，哇！所以他跟任何人在一起，他都有机会去把东西给别人，对吧？嗯。最后一趴验之前，坐在一起的人是程磊和吴镇宇、文俊辉，有可能就在田佳瑞这儿。这四个人。先这样锁定，然后再用排除把那三个人给弄出来，你懂了吧，姐？你听懂没有？一个一个来。对，一个一个来，着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去跟智胜结个盟。跟谁？智胜。跟徐智胜，我还怀疑他呢。你现在就跟他结盟吗？你不能，我刚说完，你怎么又开始？我知道，我知道，我对徐智胜，我是还是有怀疑的。你先来第一个。先来试试，这是好人。铁好人，铁好人，哎，我们可以结盟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四个人结一块儿，你们两个人有什么感觉？你的第六感觉里边三个坏的男孩是谁？徐志胜。为什么？不，你一定是有想法的，对吗？在那个大家轮着那个，他基本上没说话。死者是张万森，张万森没有话的原因是什么？但他不是色盲。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我先跟你讲为什么，我刚跟大姐分析了一顿，我又要给你分析一顿，我真服，我就跟你白分析。我也是，我也要通过咱俩不停的分析，也许我笨，也许你笨，咱俩想到一块儿。没有，也许一定是你笨。你也笨吗？你呢？好，你呢？你再听一遍。我还怀疑你呢。你快速1分钟讲解。首先，程磊是为什么？因为他画了四个颜色，他的可能性是我四个颜色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画出来我就不是色盲。你叫程磊画的。他有可能这样，这是一种障眼法。
程磊是肯定那个挺怪的，那个画的那个太阳。但是田嘉瑞是什么画的？我前夫田嘉瑞色盲，他没办法画。来来来，过来过来。我们是好人。我知道，我跟你们这么说啊。结盟嘛，结盟。结盟啊！我现在跟你这么跟你说，一共三个人。第一个，首先我锁的是田嘉瑞，因为田嘉瑞色盲，43的小，而且狼之间可以把那个东西传递。你懂我什么意思吗？验之前我给他，所以他跟狼接触的时间最多，他一定是个狼。嗯。然后第二个是程磊，你们有是觉得是谁吗？我觉得那个徐志胜肯定有问题。看，我们都在。为什么都觉得是徐志胜？他说有个说少年、中年、老年，我觉得中年是徐志胜。走了，我们就先抓徐志胜，不想了。我们四个是联合的。哎呀，哎呀。这个断了怎么办？哎，重来，跳舞。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娜姐。我没有，我是因为把你那个拴得太紧了。哇，真的，我跟娜姐是做了一个太错误的选择了。Go， come on。Driving through the city lights, baby, I know you can feel me. That's alright. 王涛，啊，我是证据说你是凶手。等会儿，走，拿线索，第一排桌子。哪怕杀了我自己，我都一定要改变你为我而死的命运，无论重来多少次。就是涛他自己，对，是什么凶手？说他杀了他自己一次。哎，金莎，等一会儿。哎，这个他是凶手，他是凶手。真的？他是把他自己杀了是吗？对，上面写了。我在跳舞，我在。你是个骗子！我这么相信你，真不是我，你看什么？你也是。你装什么？真的，你装什么那个无辜的样子？你怎么猝不及防的攻击他？我差一点要 follow you， 真的，我真的成了一个笨蛋，我就觉得不对。哎，为什么？我最早先怀疑的就是徐志胜吧？为什么总是在阻拦我说徐志胜？我开始我就怀疑，但是我又结束，赶紧趁他跳，我们赶紧走了。赶紧跑吧，你快跑吧，大家。徐志胜，咱们在这看个乐子。你看，上面有两个人在那吗？在哪？高月和那个啊，田嘉瑞。哎，上面那两个怎么看像看着咱们的吧？是啊。他们俩绝对在看我们。是研究啥呢？打一个嗨。这样，田嘉瑞不行，咱俩这个体力受不了咱们。不是，我们直接去房间堵他呀。可以。来了，我跟你说真的来了，他们下楼了，马上就走，他们马上准备下楼了。啊，他们走了，你看。转移阵地，我们去那边。咋了？咋了？这好啥，一堵就堵死了。哦，你看完了，他们又掉头了。完了，他们掉头了。咋了？我裤子系不上了。咋了？哎，这有房。这一堵就堵死了。哎，那我们在这儿待着不就完了吗？我们上可进，下可退，是不是？这地方好，真的，这地方。大哥，我有个建议。哎，你先别激动。我知道。我们要先把心肺。哦，所以刚刚只是为了提高心肺。对。那你弄那么紧张干什么？我以为你看到啥了呢？不是，这样吧，如果遇上了之后遭遇战了，我们俩
我们那音都断了。谁呀、啊？刚才不知道，不管谁。在哪儿呢？在哪儿？在哪儿？那边有楼梯吗？你从那边？我从那边。OK。等一下，电话先打通，打通电话。喂，过去，过去，听到吗？过去，过去，过去。OK。等我好消息啊。好好好，好来。徐志胜他们还在那个电梯口。行，我马上我找楼梯了。OK， 我找到了，找到了。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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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好，我在他们出口上。没人。哎，到底给不给我发短信？你小心点，我们这都快断了。不可能断，放心吧。你见到他们了吗？你堵着我一出口，可以吗？我在他们出口上，可以。三二一，咱一块儿吗？你且吗？好吧，可以吗？可以。哎，徐志胜，完了！走走走！啊！完了！我裤子。他们堵我们的，慢点，慢点，慢点吧，慢点吧，慢点抓！我们反思他的，反思他的，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反思谁呀、啊？别急，别急啊！他急。太快了，别急。徐志胜，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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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我干什么？大姐，你死我干什么？我不是他，不是他，那你。你俩被撕了！娜姐，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你为什么不抱我？你真有奇怪了。你们两个，我就觉得是他。你把他手放那了，我进不去、啊。我没事，我没事。啊！我。你现在撕了谁呀、啊？现在我把黄子韬给撕了，黄子韬撕了吗？对，我还在这边，我还在这边。好嘞，好嘞。老师先有个问题，就所有人都能听见咱俩在打电话，那是不是？我跟吴镇宇，吴镇宇，吴镇宇。徐医生，现在还有谁没被撕啊？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你来这边，这边都在，肯定能撕到。这边有两对。你看坏成什么样了，在那当我们当着我们面跟人说他们说我坏，但问题是他们都在这，你快来，你快来。你为什么，你跑去哪里，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楼口堵着他呀？我的楼梯在这儿。哎呀，气得我。哎，现在怎么样，你们呢？我们还有娜姐，我是说 Patrick。为什么？我被撕我就没了。没必要，因为上面都没有我的点。听着，哎，我这有线索啊，大家听。过来听，大家过来听，张万森，我已经找到了能帮助林北新逃出循环的方法，但只有你能做到这件事。你需要对他说出“林北新，我喜欢你”，就能让他安全回到现实世界。而你要留下来，替星星完成他的使命，代表他去寻找你想连接的人，就有机会离开循环。那就是他要回归到现实了，对。然后他现在要变成林美欣。林美欣，我喜欢你。
所以你现在是？我现在是女孩子哥哥。好，我们保护你。你这么相信他不？你保护我，我就要确定你身边是好人啊。哦，行，因为我是好人啊。我信了。你现在怀疑 Terry 是吧？对。等你收线索，如果你怀疑他的时候，我来救你，行好吧 ？OK OK。但我现在我想去撕他们。撕谁 ？Terry。二楼212，课桌里找线索。闷头堵我们，你看到没？刚才吓死我了！一人一个楼梯口，早就是。课桌里，这啥意思啊？刺绣？不是，这个不是。这里啊。啊。今天想去心理，心理活动是偷偷的。你没英雄呀，程磊，程磊，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什么？只有遇到我们两个呀。田红提跟程记好吗？有人知道他跟张万森的决定，遇见我俩的这个人是谁？田红提。这边哎，咱俩待在一块儿，他会给你指向我的线索的，一定是程磊啊。不是，你看一会儿，你看一会儿，你别急，别急，看一下。金沙那个组合没有动，然后现在是谁跟谁重组了又？哦，他要走了，中途走了。田佳瑞，你是什么？田佳瑞，我再说一遍，我是好人，相信我。他们咱们这四对里，子善，你接电话，子善。哎，姐，哎，我们你上来，二号楼212，快，我在你身，你抬头就看见我了。你不是我的田佳瑞是好人吗？你们上去不会想试我吧？我现在不确定，因为我拿到了那个身份条，你快点上来。OK， 我确定你可能是好人。你在三楼那个角里是吧？对。OK。哎，你俩跑啥？不是你俩是铁好，你俩是铁好哥。是的呀，你指我干啥？你指我干什么？你拿到信息了吗？拿到了。拿到跟我一样吗？程磊，不用想了，就是他。田空提，为什么？两个条件，43，色盲，他全占了，所以铁是他了。对。是程磊，不用在那说，不是色盲，程磊不是色盲，但是他把那个东西全都用上了，四根笔全用上了，是因为让他必须得这么画，是为了诱导，但是他不能隐藏他自己色盲的东西。所以徐志胜 OK 啊？徐志胜不 OK， 他就是其中一个，我绝对 OK。哎，不是你俩好好的，你喊我干啥呀？徐志胜，你过来。他不是的，他刚刚跟那个语文老师都名牌打电话，都听见了。不是打电话，是因为他感觉他一个人，他这么大岁数了，你忍心让他一个人？你拉倒，你刚刚说他连个事儿没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学校里啊。哎，夏志光，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心地善良？我真是好人。他说哥，你们考虑过？那小文呢？是小文呢？我说文，文就会是 OK 的。快来！他有问题吗？快撕我！他有啥问题？快点撕吧！撕！心碎了。没有，撕吧！你们都怀疑我，他不也是色盲吗？他不也是43吗？我没有色盲，我的是不从小不会画，不让画画。我没有隐瞒，也不让我隐瞒。好，那我现在跟你说实话，我上面写的也是我不会画画。我当时你可以问，如果说不能隐藏，说必须说真的画的话，我上面写的原话就是我不会画画。是因为当时没说不让隐藏，所以说当时我说的色盲，明白吗？我的原话也是我不会画画，不让我画。因为我们哇，你们俩怎么组一对了？娜姐，金沙和孟子义都在这边。就是你像坏蛋大坏蛋，当着我们面跟人说。振宇哥，先挂了吧，要不？跳。啊，真的儿子，哎，我怎么又撕了？他有问题。谁有问题？他是色盲，你也是43的角。我是，你看两个他都占了。啊？
娜姐，快去把娜姐的撕了，快快快，陈磊有问题。我撕谁啊？我怎么在中间？你不要被他洗脑了，高音。首先我真不是色盲，如果我是色盲，我犯规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真不是色盲，我画这个就是因为我喜欢画画。他肯定有问题，因为我这儿有信息已经给到了。你什么信息？你告诉我。说有人撞见了咱俩去什么新计算机室，那肯定不是我呀。为什么肯定不是你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好人啊。那你就是铁狼。来，谁把我撕了？我是他们，他们绝对要撕。田佳瑞铁狼，田佳瑞铁狼。那如果他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有问题。他们俩必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俩都有一种问题。他们在跟我们演，他们俩可能就是狼，因为他们两个人可以一直串通把这个线索弄，所以他们验的时候都没有查出来。哎呀，这么一个合家团圆的时候，又把老人家给放下了，这些老人太可怜了。喂，哥，你在哪儿呢？这边在分析线索，你得上来主持大局。啊，好吧，好吧，我来了。哎呦，这边已经僵持不下了，你看你一个人有啥意思？你别这么封闭自己。好吧，好吧，行，你赶紧上来吧，哥。你给谁打电话呢？吴大哥呀。为啥呀？干嘛要把他叫上来啊？他一个人多孤独呀，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来了来了。哎打我了。那你肯定他不是杀手吗？你推他我，这个你这个选错人怎么办？女人之间就一辈子就过了，是吧？选错人是一辈子，你看他一多幸福。跟人演话剧呢，哥。嗨了，为什么？我怀疑你和田家瑞不有问题吗？你干啥呀？你从后边，我从前面。大哥呀，大哥你等我敲完鼓，咱俩在一块儿。大哥你等我，我不想跟你一块呀。你等我呀，我怀疑我会被你拖累。我拖累你啊？每回不是你出主意我遭罪？为什么？哎，走，咱们去啊。啊，我接到了一个短信，走。他又接到短信了。振宇哥，他接到短信了，在哪里啊？一栋在哪？这是二栋。振宇哥，你要不你先走，我跟着你们有线索呀。我没有线索，我不会拆你们，我就跟着你们。徐志胜，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我跳完舞了，你在哪了？徐志胜，我们分手吧，别缠着我。我们分手吧，别缠着我。怎么就分手了？你之前不说好搭队的吗？我觉得你不老实，现在我已经跟着另外一队去找线索。我徐继胜，我们分手吧，别缠着我。我不行，我不允许。你在哪儿呢？我要去找你。还要去找振宇老师了。我先去看着娜姐那边。好。不是不是，你咋？你要跟我换是吧？你快点，你让我长痛不如短痛，抓紧。因为我跟程磊中必须有一个坏人，对吗？你俩结合之后就是我跟程磊的事儿了。谁的几率更大一些？你明白吗？他俩肯定有一个事，绝对有一个。我觉得田佳瑞不管是任何人说他一点不带虚和慌的，因为他都不会踩我，但是陈磊一直会踩我，我不知道为啥要踩我。有道理。姐，那个线索只指向了我跟瑞瑞，但我是铁好人，所以瑞瑞一定有问题。哎呀，我搞不清了。缺勤，缺勤，缺勤已到。10月10号，田缺勤。哦，你的那个，我到了。OK。哇，这个太重要了。就是缺勤的，就是有嫌疑嘛，在那个田佳瑞、张万森去世的那天。所以陈启豪、展子俊里面肯定有一个嘛，到的人里面嘛，你的意思是？对，缺勤的，难道你们俩是坏蛋，对吧？你想一想嘛。程磊。走，找他们对线索，找涛哥说，涛哥是铁好人。田佳瑞不是，那是我推错，那程磊一定是。王子涛，
啊，过来。长得俊，你过来，黄子韬很重要。把程磊撕了，程磊必须撕。陈磊必须死，你相信我。OK OK， 来了，你慢点啊，一会儿。浩哥，浩哥，我们找到了，上面写了，写了什么？你告诉我。只有两个男生，长得俊，然后成绩好。已到，我在上课，考勤表。就你？不是。就你？不是。好，你撕。好，你撕。这是我在教室里，其他人才是有嫌疑的。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缺勤的人是缺勤是不在课室的，是找不到人的。我们下面到了的人是找得到人的。我还想跟你分享这个线索，我疯狂找你分享线索，你在撕我。到的人里面吗？你的意思是？对，缺勤的，你难道你们俩是坏蛋，对吧？你想一下嘛。你怎么给我弄了一愣一愣的？我让夏之光给气死了！哎呦我了个天，一顿给我分析，噼里啪啦一顿说，给我弄懵了。不行，这缺勤到底缺勤还不缺勤？因为可能其他人缺勤不在学校啊，所以他才有动机杀人啊！你别在这来误导我了，行不行？行行。我现在怎么觉得他现在很让人怀疑？你给我剪了，你哇，我真的无语了，我也真搞不懂了这个。郑宇哥呢？我就要去找他。哦，他在上面，他在上面，我看见他了，快！嘿嘿，振宇哥！为什么？好恐怖！你现在你已经穿越变成一个女的了吗？你为什么？走吧，咱去跟谁在一块？他俩为啥这么开心？他俩已经明了吧？还有个谁啊？他俩真的明玩了，那就是我跟就是你跟陈磊，我跟陈磊之间。那你真的，你把我撕了，你换文俊辉，我去找陈磊撕。我让文俊辉撕那个什么？哎，哎，喂，过来，坐一下吧。我不是哥，我想知道怎么有输赢。振宇哥，不，你现在去把娜姐撕了，我们就赢了。你想办法把。撕你！你让吴，你要跟吴振宇一起赢啊？不是啊，他让我过去什么听他跟他聊天儿，你自己接你，我跟你一个匪跟你聊什么天呢？他给我打电话诬陷我，你傻呀？咋抠了嘛？咱俩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他会想不到你会听到吗？只有杀手有输赢，平民我们没有输赢。哎。喂，过来，坐一下嘛。你过来，坐一下嘛。我不，哥。我想知道怎么有输赢。振宇哥，我们现在你现在输赢就是你现在去把娜姐撕了，我们就赢了，咱们就输了。走，文俊辉，快点过来撕我，快点撕我吧，我真的我不想玩了。哎呦，真是切，撕吧，我真的我无所谓了。文俊辉，你又找到线索了。啊，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是懵了。我不在案发现场，那天在上课的有不在场证明的只有四个人，女生，你高智商和我，你要选谁？身边的人已经不信我了。不是他不信你了，是证据已经指向你了。没有证据，这个跟证据没关系。跟我来一种情感的绑架哈，姐姐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了，姐姐就看证据。一号楼二楼在哪？哦，我不想走了。你一会儿带着他去拿吧，我要在这儿跳舞。那我给你们个痛快吧，我要去在这儿跳舞。来吧，我要在这儿跳舞。哼哒哒哒，你是好的。哒哒哒哒，你不要吓我，陈磊。相信我。你要怀疑我，你可以随时走。我有信得过我的，娜姐信得过我。相信我。田佳蕊难得信你一次哈，没事没事，我不坏你，放心啊。今天怎么学的？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给我个环儿，给我环儿。哥，振宇哥，我们前面无所谓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只要在最后那十分钟撕掉一个强行组队就好了。现在无所谓的。对，你就我就徐医生加入我们，徐医生加入我们。来吧，走。阿南，你一个人吗？我能信任你俩吗？不，还不能傻憨着。哥，但是我们就算是坏人，可能对你怎样？对我倒是也没有危险。对啊，走吧。自己撕的自己，你害怕啥？你更加要相信我们，我们就是要组队的人。对，走。这里边不会还有线索吧？你们要找的那个人牙齿非常白。牙齿非常白，这是谁？哎，志胜哥，哎，你在看什么呢？嘿，其他没看。有线索的话，你可以给我看看呗。你们要找的那个人牙齿非常白。牙齿非常白。不就是你吗？为啥呀？非得让我自己夸出来呀？因为你牙白。好好好，那当然了，因为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参半 SP 四的美白牙膏，它采用钻石级的微量清洁元素，能深层的清洁牙渍，还能平衡的口腔菌群，所以带来清新的口气，非常好用。说的真好。嗯哼。但你卧底这个事儿怎么解释解释吧？卧底？那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志胜哥。因为牙白了又不是我一个，其他同学平时也在用这款牙膏，是美白效果又快又好，而且安全不酸牙。现在大家的牙齿都又白又美的，都变得更爱笑了。不信线索给我，带你去看看别人的牙。咱去看牙不合适吧？合适，就逮谁看谁牙。对，就逮谁看谁的牙。倒计时十分钟，我们去那边。你信任他吗？我无所谓，你再去，我就坐一下。你怎么又坐一下？这还没我累。不是，咱得去。你去，咱得不能老单着啊，咱。那有什么关系呢？单着最后受惩罚。那还是没不到最后啊。那你打算啥时候嘛？人家那边。那你别管我，我总是有我的勺。那人家都产生感情了，你，我可跟你不一样，我得。你怎么了？我自己撕自己了。啊，你把自己，你不是坏人啊？高也不信我呀，高也不信我呀。我现在，你听我分析了啊，如果你真的不是的话啊，我肯定陈磊就是，陈磊肯定是。你看，你拿到信息了吗？我拿到了，请前往一号楼111号。111就在一楼。哪111？这不是二号楼吗？一号楼。哎，你们去一号。啊，你们去一号啊。咋还哄不好了呢？无所谓，你到最后你就知道了，姐。等等，田亚瑞，你确定那条信息非我即你吗？对啊，他上面写的什么？就是知道咱俩当中有一个人知道那个主语写的是知道了我和张万森的一个约定，那个约定是什么也不知道。对啊，所以没有说就必须是咱俩当中的一个人，但是他不信我，明白吗？所以我自动撕了，就这么简单。因为到最后大家剪辑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你从一开始说信我，今天我就信你了，到最后立马中一秒钟变脸，你知道你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了。是真生气了，看他情绪状态好像还挺真的。那条信息没有直接指向我们俩都是凶手，那他可能有点误会。我跟你说，就是得这么玩，知道吗？加油吧！211，这个教室哪儿呢？09年校运会物资领取登记表，为什么他们组的人会有张万森的字迹？长得俊，光荣榜，光荣榜武力平。亚瑞，这可能是光荣榜。我觉得光荣榜目前的嫌疑比他大吧。对啊，那你撕光荣榜先确保一下。你趁没时间之前赶紧先撕光荣榜。321走你。321走你。完了。来，咱俩接，咱俩绑。陈宁绝对是坏人。再加一个约会，你把我们俩切了，然后我们假装是怀疑，你看他们猜不猜疑，然后你偷偷的把他们同学切了，懂我什么意思？就这么玩。加油！加油！我们去一号楼111有。涛哥，涛哥，你先听。
走走走，跟他说，跟他说，涛哥，涛哥，死，死，走开，走开，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是你让他撕我吗？对。为什么？你要撕尤可一的，我们这么稳的好的好人一对，你撕我？不信。我服了，我好痛苦啊，我好痛苦啊，王子涛。倒计时三分钟。我铁好人，哥。我现在不太相信你。我铁好人，怀疑我拿什么去踩我？哎！哎，这怎么？啊！啊！啊！就是他，就是他。哎，怎么还能撕？撕完了，撕完了，没了，没时间了，他要跳舞，要跳三分钟。一小时倒计时已结束，现在时空隧道已开启，请大家前往操场处验证结果。走了，走了，在这复盘吧。今天没有完成链接的三位落单男同学，将会因为没有逃出循环，所以要接受循环苦果的惩罚。我这还行，没味儿啊，来吧。哇，后劲儿好大！快，我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各位，林北青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最终搭档，接下来啊，就是最终验证环节。相信蛛丝马迹中，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意识到了，你们当中还有三位隐藏的卧底张万森。接下来，大家需要演绎一段原片情节，请大家一起喊出“张万森下雪了”。演绎结束之后，如现场有雪花飘落，则证明你们当中有卧底张万森。张万森下雪了。张万森，下雪了。你还好吗？我好想你。张万森，下雪了。有狼无所谓啊，浪漫就可以，浪漫就可以不管了。你们当中有卧底张万森，现在请给所有的女生一个指认的机会。如果你们指认出搭档中的所有的卧底张万森，就让所有的女生和同学们获胜。涛哥，你们女生商量一下吧。你这话说的，怎么说的别？郑宇哥肯定是嘛，对不对？啊？为啥？拆了 CP 是吧？拆了 CP 啊，他是那个回过去把你杀掉的那个。那他是一个，然后呢？然后还有田佳瑞是不是？我觉得田佳瑞是。是吧？我想锁他一把。行，我想锁他。你们，你徐志胜，你不怀疑吗？肯定不是，没有线索指向我呀，直接。你四十三码的脚啊？你色盲啊？我生活中色盲。画画了吗？画画了呀。画的不对呀、啊，他色盲啊，他画的不对呀、啊，就投他吧。好，可以。哎呀，我不。徐志胜，田佳瑞。吴镇宇老师，很遗憾，你们指认失败，卧底获胜。现在的卧底张万森们可以走出来了。Yes， 你看田佳瑞是吧？他也是吧？你这你这孩子太能撒谎了，你太能撒谎了，你还说把我交给他？不是，娜姐，咱俩刚才拉着手来的吗？田佳瑞给的你。对，田佳瑞这个给的他。田佳瑞，我跟你说，你们俩在这鬼鬼祟祟的，他就这么给。啊！我真是猪头，我真的是猪头。所以你这个是流动的，你也是坏人。对。田佳瑞。来，我们拥抱。
你之前是谁？我俩是同一个人。你来了，姐姐，当然不是人了。姐姐，不要喊我姐姐，我不是你姐姐。我错了，明天我一句话不会跟你说。你知道吗？我在签你们两个的时候，他把转移给我了，一直在我这儿。除了第一趴的时候，是在振宇哥那儿。然后你跟我演成那样，我也是因为那个相信他了。我说我可以放心把你交给他了，因为他演成那样。田佳瑞，你可以当影帝啊。其实这些剧情中每一个主人公都没有好坏之分，你们都是被未来世纪的林北星召唤而来，他为了阻止张万森的死亡，召唤了所有接触过头城的人。但林北星自己也没想到，张万森竟然就是那一个自己一次次穿越都没能找到的凶手。张万森为了拯救林北星，选择牺牲了未来的自己。林北星为了拯救张万森，想切断和张万森的羁绊，让张万森不记得自己，这样张万森就可以安全地活下去。你们所有人都是为了拯救彼此做出的各种努力。接下来请大家合影留念，留出你们美好的瞬间。我们排了一天的队，终于到我们班了，让我们一起在相机面前留下自己最美好的校园时光。 Come on。 哇，毕业快乐。你们真厉害呀，公报自仇啊！各位汤圆们，你们好，我是本季一路陪伴你们成长的小巧，欢迎来到巧乐兹颁奖礼现场。恭喜你们今天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巧乐兹准备了属于获胜战队最高荣誉的巧徽章，还有美味的冰淇淋供大家享用。本期啊，我们各位探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双向救赎的穿越之旅，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梭，为拯救朋友而努力。通过这个 IP 啊，让我们深感人生的遗憾和美好并存，学会珍惜身边默默守护我们的人。青春美好，青春无悔，即使青春里会有遗憾，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向前迈出下一步。希望我们的身后都有力量，拥有我们彼此的照亮的小太阳。今天获胜的阵营是卧底张万森阵营，让我们恭喜他们吧。巧乐兹准备了美味的冰淇淋，大家可以尽情品尝。哦。再给大家来个惊喜，吃完产品不要着急扔棒签，巧乐兹还有惊喜送给大家。即日起至10月31号，来巧乐兹小程序参与瓜分百万现金活动，输入棒签码即可获得巧卡，集齐5张巧卡即可获得2元现金以及瓜分百万现金资格。那现在请获胜阵营的探员们选出你们阵营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到舞台中央来领取奖牌，并说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吧。因为我最后是被算出来了，你没有。来，快去，欢迎。很感谢今天所有队员给予的信任，欺骗了大家的感情，不好意思。没事。我们应得的。没有了。其实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来蒙探嘛，然后我今天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然后大家都非常照顾我，所以谢谢大家。今天啊，林北星们和张万森们的勇敢和决心让人为之动容，大家的执着和努力是对青春最好的诠释，青春里无论是美好还是遗憾，都会成我们人生中的华彩。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自己青春时刻记忆深刻的故事吧。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小学到高中的班主任，因为我一直都是坐在讲台旁边嘛。其实一开始小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很耻辱的事情，就是很丢人，但其实后面慢慢长大了以后发现，其实是老师不想放弃我，选择让我坐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督促我学习，所以非常感谢我以前的每一任班主任，谢谢你们，谢谢。我给你讲一个相反的吧。我高二的时候被调到了最角落最后的一个位置，就挺失落的。后来就挺感谢我们班
一群朋友的，就是下课之后就去找我聊天，就显得人气很旺，就感觉那个位置突然变成了一个风水宝地，就大家都会去那边。是不是大家去丢垃圾啊？这个确实，确实是丢垃圾。路过，我能聊聊就是啊。我要感谢的人其实有很多，但是想着重感谢的一位老师呢，是我高二的班主任。他其实算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的引路人。先是从中学开始有一个比赛，最后这个比赛一直到市之间、省之间、全国之间，这是一路他推荐着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去走的这个方向。自从那个比赛我拿了最后的一等奖之后，我坚定了我要走下去的这个信心，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到现在我每次回去我都会去探望他。因为我其实更多的时间就在练武术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父母提出，我说我想去追寻我的梦想。其实那个时候梦想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梦想，我说我就想唱歌。但其实那个时候家庭经济非常不好的那个状态下，我爸其实状态也不好，但是他没有阻止我，他没有说你不要去，就一个爸爸支持儿子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冲吧。对，然后我就去了，当练习生，去了以后就走到了今天。所以其实在我人生当中，你要真让我感谢的话，其实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爸妈。现在就请奖牌的获得者在宝物上签名，并放到宝箱当中，将宝箱放入保险箱封存。由于今天除了三位卧底张万森之外，其他人都输了，所以你们需要接受微博惩罚，需要你们穿越到自己的青涩时期，选有标志性的造型变装拍视频，并在节目播出之后发微博。那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蒙探家族的口号：蒙探家族自求多福。更多巧乐自下班游戏精彩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18点探头探脑来探班，欢乐一键送达。好漂亮，哇哇炸哇哇，你这是干啥啥不行，除了骗人好哈。哇，由于近期财源集团在与开源集团的斗争中接连失利，放弃联盟迅速壮大，公司决定你们去解决放弃联盟。先换衣服，先换衣服，不能被识破。太棒了，不是怎么可惜啊，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谈恋爱的城市。你也谈恋爱了吗？我不要问我拉完啦，别说话，你敢支持我吗？我不敢，哥哥拽一个出来。我感觉他可像艺人，挺超，我挺超，找一个嘛，走吧。就在刚才，有一篇裁员名单传到网上了，我们里面就有放弃联盟的人。你看我干嘛？我就他们的部门。你什么意思？切尔西是最有问题的，你绝对有问题。我这么舔你们，你们怀疑我？我们是一个部门的。他被警告过多次，警告是最轻的一个，但他是多次啊，太会演了。如果放弃联盟的问题不解决，就都滚蛋，大家都要被开。你是放弃联盟的人。所有的游戏都是要骗对方，就干就完了。先干，干掉他一个。谁要抢碗，直接把他干了。不是好的，你不要把这个事给搞毁了。感谢北京酷星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一闪一闪亮星星主创团队的大力支持。每周五周六更新会员专享衍生内容，一起嗨不停。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大屏追萌探2024就用电视果六爱奇艺高清电视盒子。上爱奇艺知识频道搜葛剑雄讲中国移民3000年，学中国的人口迁移史。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放大镜看萌探2024点评活动，赢萌探
推荐官专属称号，上微博参与蒙探2024独家跨屏互动，解锁蒙探家族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生活更好，上百度 APP 看更多精彩短剧，上苗的百科看短视频，硬核知识都在这，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蒙探2024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找工作上智联招聘就是快，剧目大屏沉浸式唱 K 体验，节目官方合作练歌房温莎 KTV 来卖送唱歌聚会，嗨唱剧综热歌榜，当被投影影院级的享受，大屏看就用当被投影。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百科、手机百度百度知道、好看视频、百家号、百度娱乐、今日头条、新浪新闻、每年开拍应有趣、掌上足球、IP 商城、多轮游戏、粉丝公社、娱乐头版、追星族、飞熊、一阳一点资讯、全新娱乐新办、观众网、中华万年历、碰新之余、成果娱乐、环球在线、影视聚焦、一直约他豆、西瓜子、新办、独角兽、泰日报、位于终于头条、鱼头、星河选角、月头条、心动、星图水与大白话、面前二班、托尼老师、影视头条、鸡毛大都督、清晨校园、咸鸭蛋生活、九八一公益、湖帮驴火娱乐、三羊跑腿、猫扑娱乐、环台娱乐、小白娱乐、堆糖、智联招聘、红沙 KTV、超妈卖送、当被投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呢是校园主题，门探们将重新体验学生时代的校园生活。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入学考试。我想梦梦梦梦过的梦。答对了。我想静静。静静是谁？你去班上数数，数数数不好的人。OK， 答对了。老师没有难度啊。我收回我的话，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别别别别私底下会给对方取怎样的一个爱称呢？ Lucky 肖啊，大金块，大金块。我的这个身份最后会不会被抓出来？对对，挺准啊，挺准挺准。除了我们一起打过的游戏，我们一起过过的生日，即使你出到社会，默默中培养了我对友谊的这份信任。嗯，好。对，我一直很庆幸的是，每次我在往梦的方向在奔跑的时候，身边都是一起在奔跑的朋友。这个是最感人的一个。好久没有来学校的感觉。值日生，为啥那个值日表上面只有我们五个人的名字？哎，队长给我们发视频了。Hello， 兄弟们，因为工作的原因，之后不能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接受不了。给大家物色了一名新队友，希望你们一起做大做强。那都锁上了。天团成员，你们的新队友等待营救，如果营救失败，你们和新队友都会受到惩罚。现在没有时间自我介绍，因为时间真的不多。先看一下这里，他应该是有关系了。这里有一个透明的盒子。哦，有个盒子，千万不要打，快打开它。哎呀！开始。你行不行，哥们儿？我真服了。哎呦！我就想有个家，有个家。